冷静，不用交闪，这波80%的鱼人都会交闪，不用交闪，兄弟们。结束了，我说了这波给他越掉，开了补10几个刀，可以不？ 下路不去了，先回吧，不着急。可以，哼，终于有一把队友优势了。我今天下路队友全是崩的，这把可以，优势很大。这个柱子好尖呀！ 有点轻，也不算满血斩杀吧，打了2个亿的，我们打了2套技能，第一套是5级打的，5级打1套升6级，喂个鱼再打第2套，很细节，还有10了，来脱离他这个范围，没事别急，好，Q A， 10，太不自量力了。 你觉得你杀得掉我吗？来，这波走吧，买个850，杜峥肯定推不掉。OK， 他有闪现的。 记一下他的闪现跟剑魔一起交的，跟巨魔，他好了这波，没事活不了，好了他也活不了。先耗一波，他没药，哦有药，不过没用，他这个药没用，没事，来了，来。 左右躲他 W A 一下，他死了，送蓝是吧？耶！一杯啊，没变身你也敢来找我？ 走吧，回家直接出一个，我想一下，五盾吧，五盾吧。这个蓝我有了，算了，你吃吧。 拉走，来来一段距离，刚刚好，完美。这波直接一塔了，我看一下，出了一塔去下路直接双杀，好吧，20成输，直接20成输了这波，上路不去了。 上路不去了，别再来，教你们怎样发育。好，等一会儿。
这线也不太好，等一会儿。你闪走了，就闪现啊！坏了，中，死！我死也要换你，卡莎。怎样？他凯隐啊，他还挺快的，不然这波我真闪过墙他挨不过来的。能反杀，你赚个大！我靠！我靠，这小戴打米了，厉害厉害！一杠七不想玩了，我这鱼太准了，真的。我是一千啊。哎，我蓝呢？杀开影吧，这波开影要来的，我们但是没过来是。不想玩了，看到没？这兄弟不想玩了，已经破防了，破防了。刚才说打野，对面静默一直来，你一次都不来。哦，静默好像也就来了一次，就来了一次，来了一次，我中标了。死！怎么你还敢阿我？我的天，谁教你的呀？沙漏！怎么？别吧，这把我怪的都是你。你搞清楚对面最惨的是谁？对面最惨的是中单，对面中单不玩了。秀秀，把万豪给秀死。我们升个十二级，一起来，留个兵，留个兵 Q 拉走。想拉我？哎。直接死了，我还想再来个 R 呢，这不行啊，万豪，有点不够打。沙漏了，这波真完美。秒表用的买沙漏还是挺爽的，你觉得不会很亏？有时候秒表不用的买沙漏，感觉啊亏死了，我操，不带用的。又刷了，哎，为什么小地图显示有蓝啊，兄弟们，又没了，出现幻觉了，凯隐刚刷的吗？很奇怪，兄弟们，哎，我卡了，我操，我卡了，速战速决吧。你死，我先杀你。怎么不用蓄力空拳呀？死，能活吗？救生欲很强。结束。